事。整个世界停止不转动，很寂寞，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，好困惑，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，整个海洋摆动，柔软的窒息我，孤独给我自由，犹豫的好感动，不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、oh, wow, yeah. 每当我背着西沟抱着地球，发现自己其实脆弱，不敢说，一个西沟不断摸索，爱情渐渐萎缩，我看不透不变的宇宙，那里有我想要的生活，原来一百种要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懂。但不过是对有真多，有真多人的感觉已经变甲袂晓讲话。你咧讲啥话？我拢啥话了？是咧讲啥话？这是啥话？这是啥话？黑白讲话。谁都想要过了天山，有一天出头天。我靠，世界才开阔，你还不出去？人生明明是彩色的，你所该沾沾白草呗。真心的朋友最无一个。Yeah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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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
只有身体在狂欢，心就没负担。耳朵被音乐塞满，好像云端。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。一睁眼，眨眼一瞬间。笑容，我眼睛的黑色，谁能偷得住我的睡眠？我会让你跌入深不见底的快乐，无法忘记我的双眼。忘记我的双眼。没能来到现场的 Joanna 也是非常非常的杰出。是的，马上我们要请到的颁奖人就是刚刚带动全场气氛的曹猛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杰，我是蔡依迪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迪威。谢谢。我们20年前呢也是新人，你们要不要看我们20年前呢？好，请看。那个时候真的很丑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叫曹猛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姓蔡，他姓苏，都是草字头的。然后我们在台上也是跳来跳去，那个时候还是很瘦，所以我们就取名叫做曹猛。对，曹猛这个名字，
曹猛这个名字是很好记的，我觉得新人来讲名字是要给观众容易记得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对。 OK， 那苏老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一些新人们呢？其实有很多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我只有讲几句啊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谢谢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谁可以得奖，好不好？好，嗯，是不是？是不会不会萧敬腾呢？有没有饭在啊？有，会不会是萧红人呢？也会不会是梁文英？也会不会是宥嘉？ Joanna Wei？ 卢广仲？OK，我们看看最佳新人奖，我们一起啊，好，一起啊，一，卢广仲。因为大一学生后住院开始接触吉他，隔年一举夺下淡大金勺奖创作歌谣比赛创作及独唱冠军，接着拿下政大金选奖创作组冠军及最佳人气奖。唱片制作人钟成虎形容他是被公车碾过的音乐鬼才。耶，yeah ！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，耶，yeah。啊，那谢谢评审给我的肯定，然后谢谢我的家人，那包括我上电视的耶，谢谢跟我一起完成《一百种生活》专辑的工作人员，谢谢天意创业的同仁们，谢谢古纯，谢谢小丸、奇珍，然后。谢我老板小虎，因为有你我才可以把我的歌唱给大家听，谢谢大家，然后也谢谢我们是这次跟我一起那个入围的同学们，耶，yeah， 我们都是最佳新人，耶，yeah， 那明天早餐我请早餐，耶，yeah， 然后好了，我讲完了，然后希望大家这个明天要记得吃早餐，耶，yeah！ 拜拜。